这是去年啊，戴飞在网上买的那个三个巨包啊，买回来到现在有一年了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里放着都没种啊，忘记了。然后前两天我不是看到吗？我前两天看到，然后我就用了一个纸箱，然后给它弄点那个泥巴，撕了一包放在里面，然后每天喷点水。结果今天一看还长出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这个，这里是一包的量啊，但是我感觉太多了。我今天早上起床一看，还有这么大一朵。我想到它不会再长了，我就把它摘掉了。早知道我就先不摘了。看吧，这么大一朵，一顿又不够吃。然后我今天打算把剩下的也给它种起来，也是用这种纸箱，然后底下放点泥巴。我才种了没好几天，它都长出来了。那我洗衣机打针。可以嘞，那啷个拿回去发呀？一个包两个都不是走了，一个抬两个哈。嗯，我还拿个铲铲。哎，快点，剩余的你来。看嘛，买的三个，这里还剩两个，但是今天只能种一个，因为这个泥巴不够啊，种一个。好，这边一坨。像那种刀割，把它那个里面那个菌丝吧，那个叫都割。这边一坨，手伤到起来。这少了点儿。好，然后再把它分小。有可能涨钱，我们吃不完，还可以拿去街上卖。到时候你去卖吧。我去卖噻，3轮车开起去卖。我跟你说。那个很吃香，街上那些卖的人很多，10块钱斤好像哈。嗯，5块。嗯，5块嘞。我一边也卖都卖成5块，我决定了以后吃菌自己搞，再也不去街上卖了。要让它每一个它都有那个水分嘛，免得二天长不出来。好嘞哈，嗯，好，以后没吃蘑菇都不用买了。好，都给俺奶奶来点儿，所以都是要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虽然没点儿不潮湿，但是够阴暗的。可能那个那几朵，再过个2-3天估计都可以吃嘞，到时候没采来炒啊煮汤啊，想想都美。走，我们把这三个菌包全种上了啊。还是有好几箱嘞，一共9箱。有点期待啊，到时候全长出蘑菇来了。我已经能想象到处一片白花花的蘑菇的样子了呀。